可欣赏森岛的美丽的青林小沙丁鱼海岸，比任何人都热爱这里的李仲谢画家。在此处将看到表现李仲谢艺术魂的巨大作品，26号作品《螃蟹和孩子们思念》。 青林小沙丁鱼海岸是李仲谢画家在韩国战争时期逃难到这里后和家人一起抓螃蟹充饥的地方，并以这个地方作为背景画出了螃蟹和孩子们思念的济州岛风景等名作。就在李仲谢边观赏西归浦大海边进行绘画的这个地方，为了缅怀李仲谢画家的艺术魂，以速写 螃蟹和孩子们的场景为主题创作了作品，在此可以感受到边思念远在他乡的孩子，边在纸上画画的父亲哀伤的心。现在，青林小沙丁鱼海岸依然是村庄小孩子们抓螃蟹玩耍的地方。